我们现在来进行第四次的会议哈，请秘书长先读第三次会议记录。原先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大会第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5日上午9时35分，地点本会议事厅，主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1人，类席人员县政府财政处长林佳阳、财务管理科长胡淑兰、主计处长陈进兴、预算科长林汉川、民政处处长兼社会处代理处长邵志奇、公务处长陈春杰、劳工处长刘富美、工商旅游处长陈长维、农会处长陈德贤等，本会秘书长陈茂莲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林副议长齐山。记录陈洪某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依主席报告签到议案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二次会议议事录，讨论事项、讨论议案，即社会类事件、农业类事件、民政类1件、公务类2件、劳工类1件、工商旅游类3件、建设类1件、地震类1件。大会决议详如议案审议一览表。散会上午11时58分以上。各位同仁，议事录有没有问题？没有意见哈，没有意见，整理备查。好，那我们继续下午的早上哪一个？师弟哈，请各位议员参阅议案。等一下，那个，请我们那个财主来列席报台。你家己都来啦，免个人甲你请啦。请死个，恁这算固定个啊。好，那我们早上哦，就继续湿地的这个案吧，哦，179个案，是不是请处长来列席报台？好，各位同仁哈，这里179号案啊，我们有什么意见吗？好，无言。那个处长哈，这里湿地的部分是不是跟那100家也有关联？你简单说一下好不好？好，请报告。主席，各位议员哈，跟无言报告。这个案跟那100家无关，这是那个青沟净水厂跟那个苏澳还是学校里面的一个公有地的湿地，要做评估调查规划。苏澳海市内都有湿地。我觉得的湿地的那个游泳池旁边，水池对，游泳池旁边那个。对。那他那个是属于校地，为什么我没把它列入这个？不是，他要做评估而已，做调查评估。是不是适合做湿地？因为营建署在100年有公告82处的国际级、国家级，还有它这个湿地的标准是，是由我们县政府来提报，还是中央过来他们去？是中央来做公告，他公告标82年是公告，100年是公告82处嘛，包括国际级的，啊，全省只有1处，那国家级的。还有地方级，地方级是暂定，那还有其他的可能列为湿地的，要做评估调查。那这个部分是，看上所谓的弄产的部分啊呢？它是要生物多样性啊，就是，生物要多样性。对，比方金杰的，那个生物的栖地哈，保存很好那个部分，就要看看有没有可能调查之后规划划定为湿地。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啦，湿地。当然他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环境维护的好的话，他的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就会跟着多。对。就像说我们现在生态绿洲，他的这个东山河的支流的地方，目前他的生物的多样性倒是没有。但是我们好好的那个我们的富裕的话，环境的保护的话，这个部分他就会让他有多样性。对。啊，但是我这样觉得啦，湿地当然你说国家他公告的结果，对于这一个湿地的主人，他的地主，他的权利上，因为他没说白白是土地啦，一个旱地，一个是建地啦，啊，一个是湿地啦，啊，你个界定为是湿地的话，对于他的这一个权利上有没有什么一个维护？而且我用市价高一倍，我跟你收购，大家嘛就怀疑。
对不对？啊，这个对这种湿地的这个地主的权利，你不可能完全是公地嘛，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来维护他们？给委员报告，那个营建署内政部在颁布这些湿地时，碰到这个最大的困难在这边啊。他好像经过几次讨论之后，像以五所角湿地来看来讲的话，伊马伯公被编以省来征收，但是原来现有里面的200多公顷的这些地主的发展权，原来的发展权利，那怎么处理？啊，一直没有好的那个方法。那比方说，他没有办法编预算来征收，那全国那么多哈，没有足够的经费来编预算。那可是他原来的地主的权益发展权那个部分，怎么样透过比方说特定区计划的概念，或者是说那个集村的概念，或者是说非都市土地变更的概念来转移、来移转，有点容积移转的概念啊，把它移转到所谓的非核心区，比较周边的缓冲区，让它变成集村的概念，把这个发展权转移到那边。可是这个工具我们讨论了很久哦，不好用，就是就麻烦了，对吧？包括可能要进行到所谓的都市计划的区段征收，那是什么概念？会拉很长。所以这部分我们一直跟营建署在讨论这些操作的工具的法令哈，看看能不能有些新的东西出来，可以来做改变，来做一些民众权益的保障。这部分会我们继续跟营建署反映了。五十二条湿地就碰到这个最大的困难。所以你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把这个部分的权利的问题做一个厘清嘛，对不对？当然，我的公，我们希望我们的环境会更好，然后这些湿地它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有生物的多样性，当然有一些的这个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以后的这些后辈子孙能够知道这些生物他们是曾经是怎么样子，就像现在我们很期盼看到萤火虫一样啊。但是这些东西都还没有，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一连串的这样一个计划的话，对地主就好像说罗东地区的这个一些的农地被限制保护住一样，没有办法有所发展，那对这你在执行上一定会有所障碍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有还有讨论的空间的，啊，哦，那个，主席，我建议这个地方还是先保留一下。给委员报告，这个不是那个不，这个是那个都是公有地，这两个地方都是公有地，要做调查跟评估而已。蔡文丽议员，处长，我想哦，保育啊，绝对是咱这个爱去做的啦，吼。但是你拄啊讲到吼，保育的这个工作，在执行面上，你们要去执行的。您即马贸然无甲地主的权益拢啊，该想的好时，您就贸然来实施。所以讲，真济造成真济民怨嘛。你看即马所有的哦，即个农民啊，拢来甲即个管政府也好，来甲即个民意代表反映也好，在在拢表示讲即个哦政策是有一丝仔问题嘛。因为我感觉讲，恁配套要做好的时阵，啊，恁再来执行到这个哦政策，我是安尼是较好啦。哦，另外你看到讲，桃城哇，这竹湾湿地，竹湾湿地甲化为，一夕之间，农民伊嘛唔知影讲，我的土地煞一夕之间拢变成这个哦湿地的时阵，啊，因的心里面情何以堪？哦，你甲看，你包括就讲，内底阁有最近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讲，内底有三期有建筑的。吼，哦，有三七五的状况的时阵，地主就变作去逼这个佃农来起这个地租，啊，伊结果去叫伪造私地，伊逐项嘛拢袂当做，啊，所以讲伫遐争论不休的时阵，造成遮侪问题，为着一个私地了后，整个农民因的生态全部拢去互因伪造私地来改做破坏去，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吼，你们是不是在做检讨？尤其你也看，你一项过一项的农地政策了后，造成这个农民啊，遮侪问题吼。我想，恁农业处安尼，我感觉问题愈来愈侪呢。即若恁若无想好、想好变通的方式，拢想好了后再去执行的时阵，造成足大的问题啦吼。所以处长啊，我感觉讲，恁来去吼了解，真正了解讲遮农民因的心声，当然保育绝对爱来做。阿免啊！伫保育甲地主的权利取得平衡之后，
来推出的一个政策，绝对是吼对所有的哦民众是上好的啦。吼、哦，这你爱好好啊去思考来把这个问题解决啦。吼、哦，以上。好，我看呢啦吼，因为这个案吼啊、也有一些人认为私地的这些经费吼也干涉到真大诶迄落迄啦吼，但是伊这个预算照你讲起来是无。啊，来，黄定和议员，这里是跟你其他无关的。你讲公告是国家级中央去公告的，是不是？那谁提供资料给他？没有资料，他自己公告。我听了怪怪。跟黄议员报告，伊大概拢委托地方政府站去进行那个所谓调查、评估跟规划。好，是宜兰县政府调查评估以后送给中央公告，对不对？对对对。好，那讲清楚嘛。所以讲，宜兰湿地委外跨外跨，是宜兰县政府提报上去的嘛？是不是安尼？这个是要有一些客观条件的。啊，你这段唔讲，啊来讲后边迄段讲，啊这是中央公告的，好像跟我们宜兰县政府、很不相关的那个感觉呀、对不对？在议会要全部答完全清楚，不要答一半，让人家误解宜兰县政府啊，哦，湿地化那么大，不是我宜兰县政府的问题，是中央的问题。啊，其实呢。始终右折就是宜兰县政府嘛，你提供资料给中央嘛，让、中央给你核定嘛，对不对？所以讲，唔做今仔这里137万3000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钱要讲清楚，也是宜兰县政府去提报中央嘛，然后中央就核定给你们去做这两个地方的一个调查评估，然后再送资料给中央做评估嘛，是不是啊？呢，对不对？以后要答清楚一点啦。答不清楚的话，这样不行了。好了，这个案子哈、暂你保留了。因为那个委员哈、两个委员拢认为讲这个部分哦，他们还有这个讨论的空间哦，暂你保留了。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哦。好，继续。政治第180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补助办理2016宜兰绿色博览会入口意向。漂流木装置艺术经费160万元，因办理绿色博览会具其时效性，考量活动办理顺遂，您请贵会审议，并会与同意先行垫付。好，这个现在已经在进行了哈，各位啊，黄议员，去年多少钱的预算？这个漂流木，处长，那个。这个案子我们提是200万的，后来就核定160万。啊、好，去年呢、去年呢、去年也有漂流木嘛，多少钱的预算？也是200万，差不多了哈，也是200万。好，我跟你讲哈，为人诟病都是这样的啦。你每一年的预算都是一样，啊，但是漂流木是过去的漂流木，现在也是漂流木，大概明年也是那个漂流木。啊，谁拿头一摆嘛是遐钱？第二摆免漂流木嘛，搬运尔，嘛是够遐个钱。第三摆嘛免搬运，嘛是够遐个钱。我很纳闷呐，头一摆一定漂流木买袂转来，所以讲遐个钱是理所当然的嘛。那第二摆你拢爱降落来啊？为什么？那个漂流木不用买了啊，已经是自己的县政府的啊，对不对？那你的预算都没有反映在上面啊，在商言商就很奇怪的一个预算呐、啊。啊，公务人员认为说啊，反正我有钱摕来就好，按那开嘛，管他，只要是公开招标啊，合理就好了、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买的东西只有一次而已的，啊，但是每一年都花同样的钱的，有没有很奇怪？解释一下。好，刘天武议员。大家主席哈，咱郭总监，处长啊。我话你应该是爱讲个清楚啊，就是讲你变个预算啊，每一年啊，漂流木你是每一年拢买，也是讲无逐年拢买。我想你讲个讲个清楚，议员当然因为我是有经济问题嘛吼，你讲个清楚，这钱安怎处理的？讲，我哪讲？好，请答复。跟议员报告，这个漂流木都是县政府的那个材料嘛，所以由甲方来提供的，是那个不用这个费用的，那主要费用是在这些材料的搬运装置，还有一些基础工程的施作，
这个部分是罗佩佑是用在哪边？那基本上那个漂亮木是县政府的财产，不那个部分是不用没有费用的。啊，那那好了，陈议员。刚处长说县政府那个漂流木是县政府的财产，那个是有价料吗？全部都有价料。对啊，你那个是从土市长那边拿过来的啦，对，你要讲清楚啊，那哪里是有价料？预算有没有意见？已经在进行了啦，哈、啊。我看讲不清楚就是有意见啊，有意见，要不然保留。好不好？好，好，暂时保留，继续。政治第181号，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补助办理105年宜兰县公益服务园区计划经费200万元，请会与同意先行垫付提醒审议。本案有没有意见？说明啊，请处长说明。你讲三点我都没来。对，这个案子是内政部公彩回馈金补助啊。那这个案子是在民国102年内城国小办理了那个内城国中小的实验性学校的合并之后呢，他就把整个校区18间教室跟操场全部就交给社会处这边来办理，因为圆山乡的这个内城社区它的人口老化非常的严重，它的百分比大概超过16%，是属于超高龄的一个社会。那所以当时社区就跟县政府提案说，想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示范，做那个老人的那个在地老化跟活跃老化，因为他平常在做关怀据点、长青食堂，还有那个长青轩，以及周边有圆山荣民医院有做相关的复健医疗设施，以及他有申请长照的日照中心的设置，所以我们认为他很适合。那如果有可能教室还有空间的话，我们可能会将社区很多老人他们做的友善耕种的一些蔬菜，利用学校那些长辈没有在上课的时间，提供做很多的游客进去的一个市集贩卖的一个市集。所以这个卫福部补助这个钱，286万，其中的200万是中央款，86万是现款。那第一年补助都是全部补助那个工程款，让我们去修缮那个教室。那至于操场的高龄友善的那个空间跟无障碍空间，是整合内城社区的农债计划1200万来一起搭配来办理。以上。好，没意见了。有意见。处长，麻烦你讲清楚一点，你这个学校它的校地你怎么用？你光只是讲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等于说，让这个学校能够配合社区的这个在地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你怎么弄？怎么用？这么多间教室啊，这个操场，当然你说你这些经费的来源是做粉水泥啊、粉刷这样，但是你将来是怎么用的这一块这个学校，这个校舍你是怎么使用它？详细讲清楚好不好？好，王定和也。处长，你这笔钱是要做公益服务园区，是不是？那什么叫公益？你知道了哈？公益就是说全部是服务的嘛，哈，没有盈利嘛，哈，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了？对嘛，哈。好，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这个如果要去修缮，有没有违章的建筑，还是全部是合法的建筑？好，要说清楚。那第二个，你这边有写哈，社区产业市集，那是什么产业啊？要说清楚啊。这个产业是有盈利的还是没有盈利的？假如是有盈利的，刚好跟你这个公益服务园区是不对等的啊，是反方向啊。啊，你这个都没有去说清楚，啊，特别叫我安尼跟你通过。好，处长，请说明详细一点。我再报告，详细说明哈。这块内城国小是在102年和学校整并之后空出来的一个学校。那这块这个学校的土地呢，它原先是由一般农业区农牧用地变更为一般农业区的特牧用地供学校使用。
那学校就是学习，所以当时没有两栋建筑物，其中校门口旁边这个三层楼是在民国75年的建造实照，看来这边是迄个民国65年应该是第一批起的65年的旧教室，那全部都是属于合法的建筑物。好，那操场的那边的土地呢，是属于那个大勇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哈，就是迄、那个那第二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啦，社区产业市集是什么？社区产业市集，因为它现在这个社区老化严重，竞彩老狼那里竞彩。所以有很多的那个那个友善耕作的那个有机的蔬菜，好，那社区他们自己进的呢，里亚卡的那个光是属于社区营造的一个产业呢，以使用的地点是在大勇兴业那边的土地，不是在咱学校校区内底，好，那很多，而且学校这边我们最主要是以后把教室修缮完之后，你那个产业啊，产业你像。到底是要干什么？讲那个就好了啦，不要讲去别的地方了。市区产业市集是要创啥的？是叫人来遐卖物件？不是，迄个类似咱即卖迄个丁丁党甲文化工厂假日市集，嘿，咱互一挂团队来遐。有没有盈利行为啦？伊那卖蔬菜会有一些行为。那你什么公益园区啊？黄爷，那个公益应该是属于不是私人，那个钱不是拿到口袋啦，骗中央的钱呐、啊。没有，中央他其实同意让那个老人能够友善耕作，好一活动哈，爱家己种的菜哈。如果他愿意提供到社区的长青食堂 ，OK。那如果说老人家己做菜脯哈，啊家己做迄个种，我要跟你问讲，去那边卖有没有盈利行为啦？那如果有盈利行为，你怎么处理？退还钱是不是？不是，中央不是，黄议员，我再说明一次。结合农村再生计划的1200万是在做，不是做校舍，是做那个操场那一块的友善，校园的整理跟高龄友善空间的部件哈。那里面农再计划会搭一个类似丁丁党某家多爱这边呀哈。你这边你们的那个事业计划说明书就很清楚这样写的啦，不要再去讲别的啦，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啦，没啦。公益是不是要盈利？但盈利行为啦，你得话啦，没了。那如果不能有盈利行为，以后卖东西有盈利行为，你们怎么处理？你得话啦。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啊，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啊。对，那个空间修缮完之后，我们会用会收权利金的方式来做经营管理哈。那刚华源特别那个提醒的哈。权利金就是人爱趁钱给恁啊。权利金是以使用咱的空间，吼、哦，应该按照那个审计师的规定要支付权利金。那另外就是社区如果他有贩卖自己，你们这个公益把它改一下了。好、哦，我们去做那个文字上的那个修正，对不对？文不对题呀、啊哦，你们那骗中央的钱嘛，不是安尼骗法的。哪里有公益？好，那预算没意见通过。好，继续。财产处分吼，先向台湾各做一个报告吼，因为这财产处分案以后后壁，就是可能还阁审到，咱再去来不及送给程序委员会这个代志吼，啊，要请教大家意见啦吼，是不是会当阁予伊入来，也是要甲伊确定。啊，张秋明议员，大家出席吧。各位议员先进，咱所有议会贵宾哦，我想安尼啦，那送入来遐个吼，无得请市委员会进前送入来后壁遐个件数啊，我是来做一个建言啦吼。因为咱要开程序委员会，也不是说一定有固定的时间。让大家可遵循。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央政府来的那个文也没有办法一定要配合你说要开程序委员会。我是个建议所有咱的议员先进，会当来斗三工无？将这物件就来个留一个认定，伊只排时间，你就甲放两三个月来，
啊，单刀队那个单刀队，我建议是安尼啦吼。啊，是不是讲会当来参考看的吼？啊，好，伊这个有机会啦，卖讲有咧安尼，甲伊讲无伫七工程上咧，无经过听时院话，当着后壁要进行遐工程啊，是所有的计划，安尼是感觉讲啊较无彩啦吼。啊，我做一个建议，建议大家当啊来斗三工啦吼，谢谢。啊，委员，我这样觉得啦。有的时候齁，但我们真的是开了方便之门，结果他们就说，县政府说啊，这阿拜就是都这样，所以他就不急在这一个程序委员会开之前就送进来，反正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有议员会挺他们，然后呢这个慢了也没关系，反正一定会进来的啊，这他们就不用急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坚持我们这个原则，没有进到程序委员会，反正下一班车来得及我们就下一班车嘛，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后面很多的临时会啊，对不对？又不用担心嘛。所以我就安慰跟急的，这个没有进到程序委员会，我们就下一次再来，好不好？好，谢谢。我您的坚持是安尼呀。好了，徐正进一点。好，谢谢。这个班是张第。那个程序准备会前，我都本身就建议讲，是不是将这个一那个垫付案吼，那个处分案都举办嘛？迄句一定都采光表举办啊，伊句都讲啊，是不是就讲阮垫付案的保温都举办了，好不？我看吼，安尼啦，嘛有需要，安尼吼，那个周远啦，我看是安尼啦吼，甲张远。管政府吼，我你甲看这台底啊，也有4月21号的，也有4月10几号的，唔是拢完全讲你一礼拜进场啊，为的是两礼拜进场。所以我是认为吼，嘛是要管政府一个小到一个教训的，未使讲话咱的比较方便之门来。有想得言，这唔是讲教训的问题啦，迄啦真正讲急迫性的讲。限定你当时啊，以前啊完成那个整个程序哦。你如果拄啊，就照阮调查员你讲，就讲甲留一遍啦。你啊就是讲啊，这条本来啦，我就是讲这件都无急迫性，这件都暂时挂留着。啊，迄都为地方乡镇公施工所的问题，因那个拖累预算，才有法度通执行。啊，你即阵啊一半件你也无甲处理哦。真正教训这个情况，许多当时非常无彩啦。这不是讲要甲教训唔教训的问题啦。安尼哦，安尼无要紧啦，安尼无。不是啊，我看这有诶吼，拢肯定着真侪乡镇公所啦。你即摆5月份，真侪乡镇公所拢咧开代表会啊。啊，这嘛拢经过代表会定时来完成这相关的预算的编列甲执行嘛吼。所以本身就是讲，这个部分啊，看下着顶个建设的部分是不是当好几百安尼啦吼？这里面都通没有乡镇公所的。啊，无留看嘛好无？大家意见。好嘞，陈安忠爷。啊，感谢大位主席哦。我看也是安尼啦，无都甲留一边啊啦。哦，留一边啊，好，啊，好不好？大家留一边啊，大家嘛，麦去啊，无啦，意见相左啊，好，好不好？黄定而已。主席啊，县政府都一摆甲讲，伊要甲咱讲，互咱搁留一摆啊，互咱搁一摆机会一个，啊，安尼来讲就算是啊，啊，陈世文你伫创啥？啊，啊，阮遮个人的权利伫创啥？我的权利问题，恁有敢考虑对不？啊，安尼，我看吼，这个案啊，既然大家有相左的意见，因為你即马就是爱好伊嘛，才我倒去留啦。啊，你即马哪讲无好伊嘛，大会连留的资格嘛没有啊，就是安尼。安尼，陈安忠言，你看咧。那你讲哦，主席，那你讲座谈会就讲好啊啦，就是讲安尼哦，你没有进来的话，就不要再进来了啦。
我感觉迄袂使讲，因袂记你摕来是急迫性啦，急迫性的是迄工东港嘛，呾摕来俩，对不？谁啊？东港因我摕来呢？对不？东港去陈信会的时阵，伊摕来，我讲相信我，大家难免有几百啦。啊，谁啊？变哪部呢？好，这个我们现在就暂缓了，不予处理啊。好，好了，教练的意思啊。好，继续我们财产处分的部分。请议员参阅政治第一六一号。看起来啊，一六一的部分。财产处分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没有第几册？第几册啊？这一份没有列册，它的名称是财产处分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161啊。政治第一六一号。财产处分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啊。161的。政治第一六一号案由本府拟处分三星乡天山段359地号一笔现有土地，请会于审议办法，请会于审议同意后依法办理让售。啊，这大家有意见吗？说明了。啊，来。主席，各位议员大家好哈。那有关这个土地哈，跟各位说明一下，它是一个让售案哈。那基本上它会有几个条件，就是说第一个它是依法有跟我们承租我们的土地，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必须是82年7月21号以前的一个承租户，再来就是说这个承租户必须要有建物齁，那因为这是依照国有财产的一些相关的条例规定，就是要保障一些以前的82年7月21号之前可能它在上面已经有建筑一些权益齁，所以它依法他就有权益可以去买我们的这些土地，那这个面积也比较小，好，那所以请求这个议会能够同意啊，谢谢。好，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通过。好，建议说明。跟议员报告哈，现在目前105年的土地的一个公告限制是每平方公尺是1000块钱。好，那目前我们这个东西出去之后，大概就会用这个公告这个限制的部分去跟他，是，这不是标租，这不是标租，这是让租让售。好，王议员，县政府有没有那个评价委员会？有没有？跟议员报告，我们如果要标售的话，就要经过评价委员会。标售就是公开标售，比如说那，当然那个东安是那个都市计划区一些代用地啊，这是让售。你不管是标售、让售，都是一样的程序啦。那个评价委员会要去评，是公告你啊，是要照市价来哦。是。现在要参考市价旁边左右什么的，然后再参考弄一个价钱，是对不对？对。我这个标售就要用一个方法。让售就另外一个方法，不是这样子哦。是。我们这个限制部分，我们都会参考周边的土地的一些状况。没有，你说你刚才说用公告，这是公告限制的，公告限制那是不对，那是过去，过去拢甲人百姓讲拗讲公告要讲征收的，即嘛袂使啊，讲征收嘛爱市价，咱卖出去嘛是拢市价，安尼了解无？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有疑问哈，暂时保留。处长，你也歹说明好清楚啦。卖物件哪有可能讲说无我哩管评价委员会用公告价格的？咱讲咩？行，这个我们会经过地价评议委员会啦。这个东西只是我们会去参考说现在目前的公告限制是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目前公告限制大概趋近地价哈啊，所以我们会去评价几个周边地区的一些价格。是啊。嗯，张远，主席啊，处长啊，你要讲的嘛稍微多啊，你拄仔讲这一块卖偌济？对不起，对不起，嘿，我你这个，我都现在听我都听不落呀，你乱讲一场嘛，你安尼。11000啦，11000，对不起。哪有11000？土地公告限制是11400平，每一平方公尺11000。你倒要给？你清楚10700，你倒要给啦？你甲讲。
105年的，105年是11000，那104年是10700。你多少公几千？讲唔对，对不起，对不起。讲唔对啊！你摕一个美国人啊，一个你甲讲你日本人去啊，乱讲啊，无怪人甲你迄落啊！你这是安怎要安怎？啊，无你评议员会乱讲嘛？你搭一条无你评议员会过？有啦。你一年当一定要一摆以上，那也拢无你抱歉，乱讲啊！我是说，依照这个要经过，还是要经过评议员，我没有说是。那个就是我们定价标准大概是会参考公告限值跟周边的土地是。好，谢谢。抱歉，说错说错了。没有公告地价啊？讲唔对啊，保留啦，继续啦。不以上售啦，别再保留啦。好，继续。政治第162号案由本府拟处分苏澳镇苏盛段694号一笔现有土地，请会于审议办法，请会于审议同意后依法处理。好，说明一下。主席跟各位议员报告，这个案子也是属于让售哈。那他现在目前在苏澳国小的一个对面，面积大概是26坪左右哈。土地使用分区是住宅区。那现在目前105年的土地公告限值是每平方公尺22500块啊以上。好，王议员。对，让售。没有。他现在这个跟上面的情形是一样的哈，他是82721的一些承租户，他现在目前上面已经有建物的，所以他这是个让售。现有土地在这上面总共面积多少？总共面积？对。全部吧。现在目前的面积就是。让售的面积应该就是26.7坪，全部是不是？对对对对，没有就他这一块的，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现目前26.多，是26.7坪，就是88.27平方公尺，对。好，有没有意见？没意见，能够继续。政治第163号案由本县东山乡青沟国民小学经管现有财产招牌拟请报废拆除一案，会于审议办法，请会于审议同意后依法处理。今天说明吗？说明了，我们意见通过。不是招牌有没有登记财产？好的。好。都一样。你给我回去。好，那个各位同仁哦，刚才我们把它保留的哈、哦，已经跟他告示过了哈、哦，啊，是不是？要回一遍了不？好不？还不、啊？这个还没有完，招牌啊，再问呢、啊。招牌怎么？你不是没意见？有意见呢、啊？什么意见？啊。招牌你没有那个登录价格登录，你怎么报废？根本就不用拿来这边审啊，直接就把它搬掉就好了、啊。这个，对不对？要报废就是要财产登录嘛。啊，有没有？有，你说明一下。这个是有登录，但是因为它不涉及杂项跟这个，因为它面积很小，它大概就是2.5平方公尺左右，所以它没有所谓议员当时所质疑的一些像广告招牌之类的事情。因为啊，你们的同仁啊。很勤劳啦，那个登录上面字号都有了啦。对对对，说有就好了。对，我说有，我现在不清楚。是是，我说我有说有，我有说有登录是。好，好，没有意见了，东哥。好，那我们是不是刚才那个161的部分呢、啊？能够再审一次好不好？多啊哟！电话啊，多都讲要保留啊，讲要过一届，啊，免啦，我看啊。免啦，免啦，免啦，但起码安尼我看，你即马佫摕倒转来，
嘛是同款安尼啦。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来进行奥贝金的，奥贝金的审议哈。休息十分钟，让他们准备一下。同仁，请就坐。我们现在哈要来审议这个第二预备金的动支的这个数额表哈。那么任机关开始哈。好，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参阅，在本次财产处分还有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这一侧部分，请参阅在813号案、813号案。案由本府103年4至6月份第二预备金动支事约依规定编具动支数额表，总计6015万4000元整，敬请会审议，办法敬请审议会议通审议通过。在此向大会报告，那么本案在那个第18届第一次大会第42次会议的时候有审议，就除了在第五页的第五目，市政计划综合业务第一节市政计划综合业务的40万元。暂以保留外，其余建造案通过。各位同仁哈，这个程序上嘛是同款爱心啦哈，这个案规个案是全部拢通过，其中干那一项尔哈，伫第五页内底啊，这个委托办理2014年哈，这个言论自由日哈，都是办伫咱个所伫劳动个迄个文化工厂遐办的哈，这个40万啦，这个是咱当时大家。迄句啊，认为讲爱保留起来，这办了有较无适当。对这大家唔知道有意见无？有必要通过无？第五页，您这无一本那个财产处分甲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没有编号。编号813，第18届第3次大会财产处分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第五页内底有一个40万吼，第二目内底有一个40万，对，迄个当时无过啦，剩的这个遮的全部拢过啊，就敢那这条无过尔。对这个案有没有意见？要不要再说明？删除了。对这个案予以删除，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意见，通过。喂，有没有意见？文案删除啊。好，继续。基于检察院在政治第862案862，案由本府103年7至9月份第二预备金动支事业绩规定编具动支数额表，总计4339万9000元整，敬请各位审议，办法敬请各位审议会议审议通过。那个在此向大会报告，那个本案也是经过在第18届。第一次大会第42次会议的审议的时候，在第27页，请参阅在第27页、27页第16目农业管理与辅导业务第10节农业管理与辅导业务的说明栏第1项、第3项，还有第28页的第6项，以及在第29页的第14项、第15项等五个细目，这个大会决议是暂以保留，其余经召案通过。大家是不是翻第27页跟28页？各位没有意见哦？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通过。好，继续。继续，警察在第007号案。政治第007号案，案由本府103年10至12月份第二预备金动支事约依规定编具动支数额表，总计4327万2000元整，敬请各位审议，办法敬请会议审议通过。那个
说明栏，请参阅到第一页开始，从那个第五页开始到69页。有哪一条？顶日有哪一条？这个都还没有审哈，这个案子拢还未审呢哈。各位同仁哦，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哈。虽然他已经用过的经费啊，内底咱也是确实讲咱的审核内底，若认为讲不当的，我们还是可以提出来了。好，啊，恁啊，确实，因为我们议员的权利啊，就是在这边了哈。我希望你们卖点啊，平时点还讲管政府无甲恁尊重吼。啊，这即马就是咱你甲管政府好啊，甲审核的时间，吼，啊，若认为不当的地方，还是要提出来讨论的。好，请说明，这里哪一条？你说哪一笔？第五页是吧？没有，这是从那个说明是从第五页开始，它有那个说明栏里面是从第五页开始。他以讲第二啊，迄行政处处迄个。第几啊？第几啊？这逐条拢管路的啊。这个我们建立的也是县政府要办的、啊。来，林新民议员，迄个陈处长，这103年的预算，骨髓是心好啊。骨髓心好是安那个心结，心结什么用意？啊，请说明。没有，因为那个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哈，动支二倍金的数额要送那个等于说议会审议。好，我知啊，安尼我拢来前四三十五被拿走，安尼没有意见的被拿走，要怎么办？没有，如果删除的话，会造成说我们这些账户都没办法转正了，然后就被账拢挂跌下啊。一般来讲的话，以我所知道的话，中央来讲通常都会过了，除非是说有违法的。情形之下的话，原则上大部分都会过。可是我们不给你过，那你怎么办？不给了，变乐公从下年度的预算再编去补回，或是说账就一直挂在那边。哎，一百公三年你也别提出了，是以为别个信嘛啥？哎，因为我拄住啊，这我也不看，我也不知道啊。无，我拢有按照那个时间哦上来啊，但是以为无信就对啦。因为照程序白以为的，我刚好我们可能没有排到。这是咱以为无讲信的啦。是恁无讲信，不是阮无讲信。哎呀，你讲我哪会做？哎，那个陈议员，你讲到一边啦。没有意见了，各位。好。没有意见了，没有意见。103年度的第二一倍金的这里。啊，这几月份呢？这个是10月份到12月呢。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通过好不好？好，通过，继续。请参阅在政治第038号案038，案由本府104年度1至3月份第二预备金动支是业余规定编辑动支事额表，总计456万元整，敬请各位审议办法，请会议审议通过。这里是第几开始？这个说明呢是从第五页开始，第五页开始到第九页，第五页开始。这时间是第1月1号到3月31号。
哎呀，这一百零四年度，啊，委员。第六页哈，第六页的那个农业管理跟辅导业务的那个29万，这个宜兰县各界新村，这是建议款啊，是迄、那、落、個。好，请农业局长李喜宝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讲这个只能资本门，这个是经常门，这个是由哪一个部分来支出的？那不是我们的那个本预算都有这个，农业处的。这个本预算没有这个预算吗？请坐。这个跟委员报告，很抱歉，这个我无法了解这部分啦。我是不是当提供资料吼，再搁再弄您请？那这项先保留嘛，是吗？我都故意给删除了，卖保留了。啊，没有，他说资料还没有来，那就等保留嘛。资料够五那个鬼嘛，对不对？好。这个暂你保留啊，王爷。换啊，说明一下活动会啊。第五页啊。第五页啊，第五页第一项那个20万。20万，不是活动会不行吗？啊，这个。民政业务那个、啊。民政处长，请说明。民政 A 务，民政处长，有来不？来说明啊！今嘛，县政府讲咱拢未使办活动啦，咱的活动拢叫退了转，哎，即内底只规片的，规片拢活动的啦。哎咯，因的活动拢是活动啊，咱的活动拢不行啦。啊，请说明。这个是科委会补助那个天川日的活动，那我们县的配合款是20万，总经费60、40、中央20、县府，那这个20万就是补助那个天川日的一个客家活动。啊，这是什么？这是活动经费还是什么经费？这是全县性的那个客家天川日的客家文化。民俗活动的推广，而且这是全国指定各县市都必须要办理。好，王议员，县政府裁员节制啊，活动会就用中央的来办就好了、啊，那这个就活动会就免了啦，删除。删除哈。好，有没有意见？20万删除，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好，张岩。朱先生。这吼、哦、配合款嘛，啊，当旧年嘛办落，啊，事实这是依照迄、那个伊店管规定的所编的咯，啊，拜托大家啦，卖为着这类物件，我感觉是免恁迄落啦。你看，你捌舞无底下去都有影啊，这逐年嘛咧办这啊，好不好？今次大家这是经常门啊，这是经常门啊，黄爷。配合款你们就从各级处的了，不要在预备金里面嘛，预备金是想不到的东西，然后去支援下去，才叫做第二预备金嘛，对不对？你们正常预算啊，这经常性的问题每一年都有，就直接编列在你们的预算就好了、啊。好。因为他每次核定时间很晚哈，然后他也不告诉我们说他补助多少，像之前补助过90万，那今年才补助40万，一下子降了50万，原先他要求我们的配合款要跟就是总经费要跟去年一样，我们不要懂，我们只能够补助，我们整个县配合款是50%，所以今年的总规模是40+2060万，嘿，那因为这个是全国各委会要求一定要办理，因为每个县市都有很多的客家的那个县民哈，他希望能够在天川日这一天
一定要办这个天山日的活动。嘿，那我想议会这边是希望说能够用现款来编列，不要动这二倍基金。我想今年在编列预算的时候，我们请财主帮我们考量。好，先删除啊。那这个吴议员，我们这个天川日的活动是很好了，因为对客家族群是非常好。然后，因为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今年这个预算我们就让你过哦。但是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提案里面，我们曾经就说，如果不够，这个说那个中央补助款，然后地方配合款的部分，可以由追加点预算来做追加。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用这样做，才不会说用动到第二预备金了。因为观感不好，因为议员的部分说只能用到资本门，然后经常门的部分不可以，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就可以用这样子？所以其实都可以，因为我们用到公的，而且是这种全国性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下次就用到这个追加点预算上去执行，这样好不好？好，谢谢。沈德茂议员。问这一个第八页，第八页哈，这一个财务花园举花园奖金138,2732元，哎，这个啊，为什么花园用动用预备金？哎，大家享受，这个谁拿走？这钱都谁？这个花园谁享受走了？这个钱是谁享受的？预备金可以用动用到这个地方吗？预备金是你要追个花园，应该是你有事拿到一大堆钱进来才提拨出来，那个都要编在预算里面，怎么可以用预备金来动用100多万呢？这个谁拿一个议员签的？那么好，请税务局局长列席报来，不是财主，不是你们财主的、啊。得备啊！宜兰县地方税务局，哎，这个为什么要动用预备金呢？请说明一下。啊，预备金是听谁准的？好吧，局长你说好了。哎，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啊，那有关沈议员所讲的哈，这个第二预备金，因为我们每年预算都有编10,000，好，那近几年来10,000其实都够。好，那这一次是那个，有一个检举人检举我们的工厂，好，那就是工业区里面的那个房屋税的，他有增建，那增建我们去查他的举花的那个市政，跟我们实际查的都差不多，所以这个有补税跟罚款，那补税的部分。有补，然后罚款的部分依照规定，他罚款入库我们要20%给他。那罚款的部分我们已经并决算处理。那至于说支出面的，他钱进来我们要拨给他，因为预算只有10,000，所以不足的部分我们动之第二预备金。那你们不要办追加？好，你做啊，你做。你可以办追加。为什么办追加？你这个依不请坐了，依法要给检举人的奖金。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他对为宜兰县有贡献嘛，我们给他一个鼓励是应该的。但是你也塞追加预算啊，你为什么不追加预算来吃掉预备金的钱呢？啊，这个钱是，这个钱是议员帮忙里面的，还是你县政府直接签出来的？这都是县政府，直接签出来。好，那你请坐，财主怎么准？怎么会准？主计你怎么准？主计请答复。你是不给人家追？你是不给人家追加？你是不给人家追加，还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用预备金呢？啊，请说明。说明的。那个主席还有那个沈议员哦，因为他这个我看他的签，他是在2月的时候人家就检举出来。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办追加的时候大概都是在5月，那可能就是说。办追加是来不及支应这个的，所以他就根据预算法那个的规定，预算法他动之第二预备金，他有个规定就是因应那个正式的临时需要哈，所以他根据这条来签给我们县长，他去批的，是这样。好，那这一笔钱现在这一笔钱呢、啊，华远的这笔钱预备金出去了，这一笔钱现在留在哪里？
他罚款的部分就等于他是收入嘛，所以他并决算已经呈现在决算上面的。那至于这笔是属于支出，是给检举人的奖金。那检举人的奖金的话，当然就是到那个检举人的那边的手头上去。他拿走了，对。可是你这一百多万的钱现在并结算并在哪个地方的结算这样？就是并在放在哪里？放在哪个项目里面？他有个那个归类，他是放在归在哪里？放在那个税捐稽征业务底下的一个奖补助费。好，那你请坐。那处长、局长，我们检举案很多嘞，啊，为什么只有他这个有奖金而已、啊？为什么只有这个奖金？哎、啊，很多人检举那个违规那个土地那个农地农用不农用，啊，很多人检举，啊，那些人的奖金要不要花？要不要花？请说。好，请到。那报告议员哈、有关检举的部分，它是要有具体的市政。那市政这个出来，因为有些检举的都我们都已经查了，我们都已经改课了啊，所以那个有些它是不符合规定，而且有的是它有那个奖金是10000块钱以下的免罚。好。那局长，这一次你们农地农用，你用课税用这土地面积，然后再去扣脱房屋税，现在我们的同仁都去查课，啊，这个奖金要怎么弄？这个有没有奖金？我们同仁查都没有，这个有没有奖金？政府机关我们同仁都没有奖金。这种有没有奖金？没有，没有，没有。那我如果你们没有查课到我来检举，有没有奖金？有具体市政，一定有具体市政啊，很多人都。土地都农舍都违囤干的呀，你都扣干的呀。没有啊，你要具体是哪一间啊？然后它是大概是怎么样？哎，啊，然后又符合我们税的，大概它10000块钱免罚。哎，好了，局长你请坐、啊哎。好，我希望哦，我希望这个要还原的东西，以后都是用追加预算，你不要用预备金，这样很难看的，好不好？以上，谢谢。啊，这个要保留还是怎么样？没有啦，啊，有意见的，啊，这都不好，不好，那不要玻璃，没有鬼啊，有意见啊，议长，主席啊，哎，有意见啊，没有意见了，有意见啊，啊，有意见，局长，你预算编了10万对不对？你在2月就执行了对不对？那你5、6月可以追加，为什么不追加？你要办追加，然后再来追加通过之后再来转正，一边经过喊你，啊，你再丢啊。嗯。这个手续为什么没有做？对啊。哎，报告议员哈，那这个部分是因为他那个检举人他是2月、3月他们钱就进来的，然后我们检举人没有关系。我们要给检举，我们钱进来一定要给检举人，所以我们五月来不及，先用二倍金给他，对不对？然后你在5月的时候，预算把它增加，追加之后，通过价值转到二倍金那边把它补好。没有这样补的，没有这样的啦，你直接支。假如我们到5月的时候有发生说那个预备那个有检举奖金在不足的时候，但刚好办最佳检预算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来。啊，你既然动置预备金出去，没有说这样才预算编来再来转正，没有这样的事。好，那你这个有没有？那你这个有没有给议长签？没有啊，这个动支预备金是依照那个预算法里面规定，不用给，不是用计件，不是让那个款项的，是符合规定的啦。好，陈汉忠言，感谢大会主席啊、哦。这样哦，本席要求我们税务局啊，以后不可以动用第二预备金了、啊，不然你们就直接你们编组嘛，预算你们编组嘛。你变好像嘛，一定有人检举的嘛。恁就去恁的医生来辩论嘛，你就不要动用第二预备金啊。好，以上。好，余祥德议员。余祥德议员。现在吼，这个是个案吼、哦。过去迄个
咱县政府各处各室啦，各科吼，包括环保的检举达人，包括警察局，迄个违交通违规、照相执法，啊，过去伊即款的即种奖金嘛，啊，曾经吼，恁往伫本预算内底，伫买啊项目咧，恁拢变一个奖金嘛，吼咧，迄个检举奖金，来个议会呢？一般这个预算拢未通过啦，所以你个动用到预备金哦，我是希望讲，咱县政府将来有关这个检举奖金的部分哦，拢是要正式编入你的年度预算，哦，至于讲议会无恁通过，就是卖反嘛。其实讲起来，这款的物会造成哦，打社会新闻，你来定来你看啦，会造成一挂。这个厝边头尾啦，什么坏，安尼检举来检举去哦，迄纠纷非常多啦。哦，啊，这款的这个公信力嘛有可疑之处啦吼、哦。当然，恁这款是啊，有关房屋税部分哦，这是有较实际吼、哦。但是你动用预备金，我认为无适合。这第一点吼、哦，第二点吼、哦，我想咱本会伫审查这104年这第二预备金的这个经费哦。我想这进度一定非常慢啦吼，咱虽然是讲明仔载还佫一天议员讨论哦，即马其实本会当然，大家即个心理上的即个感觉就是讲，是安那宜兰县所有的乡镇市公所代表会代表伫使用即个基层建设经费咧，乡镇市公所会使用经商门，是安那宜兰县议会袂使用经商门，我想这就是即个重点之一嘛。对，正确正确。啊，这个代志若无解决，你即马假所有甲显出来，如果是县政府在经商门的部分，你当时就第二笔预备金，大家都是有意见嘛。哦，大家都是有意见嘛。所以讲像这个问题哦，我话你心三讲嘛是没了啦。哦，不妨哦，咱就请议长哦，请议长哦直接哦，咱甲县政府去协商看。发这个到底是要安那来处理以后吼，要有一个承诺吼。我想安尼来讲吼，你心在预备金唔较紧。哦，啊，恁家己大家看啦。哦，就说这个案吼，那个有向左的意见了哈，本案暂予保留了。好，继续。好了，什么主意？卫生局那里今麦吼。征聘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諮商这类啊，諮商师这些啊，佮对家利用预备金呢，你说明了吧？好，我们请卫生局哈，卫生局长来，请答，请说明。这点。议长啊，各位议员大家好。那针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用二倍金呢，聘请两位那个心理那个諮商师呢，是因为我们针对南管来呢，那我们的心房科，那我们要针对我们的一些心理卫生的一些个案的諮商啊，一直都没有这个固定的专业来做这一方面的服务啊，所以我们在那个业务报告的时候，然后有签请那县长给我们这一个人力，然后给我们做这一块的那个专业的服务啊。我们这两个心理諮商师非常优秀，那他也到社区，然后在局里面也到我们的卫生所呢，提供这个心理諮商的业务。那整个的他去年差不多半年来的时候，他有很多做了很多的那个，不只是宣导以外呢，我们的那个卫教啦，还有的个别的那种諮商，一直做了，甚至假日呢，他也来提供这个服务啊。所以说这方面的那个数字呢，因为，我们还在整理啦。假如说，议员需要说这一方面的资料的话，我们马上呢把整理好的话，最快的时间提供给议员参考。那个财主啊。征聘人员也是在用 DRE 变进来，这到底是什么样？急需要是什么样？还是必要？我好像才奇怪嘞。可以这样吗？
第二预备金是急需要、是必要的时候啊，那么紧嘛，啊不，你在那个追加预算就可以拿出来啊，啊，你现在没有第二预备金，是你逃避规避我们那个议员的审议吗？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提出这个需求的时候，就那个县府整体的，我几位都以来，我们才几位都以来，你追加预算可以用啊，啊，你现在增聘人员用第二预备金来增聘呢？陈主啊，你到底什么理由可以这样增聘呢？你马上讲。好，请主席说明一下。那个报告陈议员，因为预算法它里面它是用七十条第三款，那它第三款的规定就是说，因应正式临时需要，必须增加计划及经费。那它是写的，一般来讲的话，不管是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哦，他们在用第二备金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用这一条。那至于说他为什么用在二月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在筹备预算大概是在前一年的八月九月嘛，那我看到他的原先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好像是一月底的时候，宜兰有很多自杀的案例，所以说那时候山长特别指示是说，是不是要聘请两个那个心理那个咨询师，让他们的自杀率啊会往下降，所以说可能到了五月六月再办追加减预算，怕说是来不及，导致自杀率又提高，大概是这种情形。好，王殿而言，我头一次听啊，没有可能，我头一次嘛安尼听啊，我们有。协力厂商有很多啊，很多相关单位啊，张老师什么都有啊，那个个案的辅导、全案的辅导都有啊。第一个，你动用第二预备金，你本来就没有急迫性的啊，对不对？你用正常本预算来办理追加都可以啊，那是用预算的一个精神才对啊。啊，你想想啊呢，我的猜想啦，强烈的质疑啦，这人要甲请啦，啊你知道？啊，要请的时阵哦，啊临时排，但唔知要倒退钱，再用预备金，今日先甲请啦，哪有这么一回事的？第二预备金不是这样用法啦，没有急迫性的73条，73条是恁伫讲的，有急迫性吗？那有急迫性，有很多的单位就可以做一个协商咨询啊，对不对？我这个删除啊。那对这个案是要删除啦？删除没啦，保留啦。这一定不当啊！你当然，对不？因为事实上是照正常程序来请嘛，对不？啊，对啊，那个主计这样说的哈，我不大认同啦。啊，不然一些那民间单位、生命线那都废除啊，全部废除的啊。都要扣建两个智商师才会把自杀率降低吗？哪有用这种理由呢？我这样好了，意见相左，我们暂停保留还是怎么？哎，张秋明也。主席啊，每一项代志，当然迄个拄啊讲的讲，生命线呢是遐个帮站会当哦，将这个自杀率来降低是必然当然啦吼。但是，迄当初那伊若无去开通电话，有可能就心理咨商师会当伫提前就去看出这物件，互因会当知影讲这个生命的重要，看较会开，啊，就减少遐代志发生。这嘛其中一个药方啦吼，嘛无一定讲做这个代志，就卖了伊就会当做处理。我是感觉讲，提出这个物件啦，认定讲这个真正需要帮衬，大家就卖过甲讲，一定甲讲迄落啦。啊，连江是毋是讲啊？局长这边在你看到知影这代志啊呢，就卖过像这款的物件过来去做一摆啦。哦，应该是较好啦吼。啊，卖过甲讲做这个迄落啦。当然，你处理上需要会当改进来改进吼，拜托大家啦。好，那。本案就暂停保留了，卖删除了哈，删除了还伊拢后边无多来了哈。意见相左，我们先暂停。你顶个医生对啊，你那这一笔预算删除啊，啊，管路改一下，这运用不当了，第二预备金先腐烂，你后边用你咋？是不是安尼？那征聘人员，我头一个听啊，征聘人员可以这样去动支第二预备金吗？第二预备金的精神在哪里？除给你两个讲好哦，你那可以这样蛮干吗？那我们先暂停保留了，好不好？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哦。您拢还未休困啊？我恁去厕所一下哈。哎呀，都去。
好，各位同仁，请就座。好，各位同仁，请就座。好，我们现在继续。好，继续请这位议员，你是先参阅政治第104号案、104号案、政治第104号案，案由本府104年4至6月份第二备经东都市业议规定编辑动作数额表，总计848万5000元整，敬请各位审议办法，敬请会议审议通过。那个本案说明栏从第五页开始到第15页。这个是由我们104年的4月份到6月份了哈，四五六了，三个月的第二预备金的动用情形哈。啊，各位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没有意见了、哦？有意见。好，来，黄定和议员。第五页，第五页，第五页配合那个。客家那个什么同花祭那个活动啊，22,000块删除啊。民政业务、啊，民政处长代理民政，哎，不，民政处长。那客家业务那哈济啦，一年几啊盖钱啦？这么几？对，一年两次的，一次天川日，一次那个同花祭。那我想刚刚这个案子，我们也是在106年会用那个追加或者是用那个编列现款预算来处理。那因为之前不知道，全部用二倍金。那请议员这边来见谅。好，王定和议员。这类明知道每一年都有，而且一年是不止一次，是两次，对不对？那两次活动会，每一次都在讲说金建啊，这个活动会不能用，那县政府怎么可以都这样子用？那你的意思完了？删除。删除哈，删除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没意见通过。继续，请。还有，第12页，主席。好，王定和议员。第十二页上雅虎。北京社区活动中心修缮工程。接上雅虎。社会处。好，有没有执照？黄源，这个案子在你上次那个特别提醒社会处黄处长的时候已经有做处理，所以在104年第4季有注销掉了。哎，这个在名列上面呢、啊。对啊，但是在104年第4季可以看到已经注销35万。那既然注销，为什么这个还呈现在上面？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会计账登录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第二季，是代表当时的拉的签证号。那我不能接受啊！你这样子明目张胆的上去，就表示说这个有核销啊。在104年第4季上面一样有写注销，哎，不是啊，公文书这样子不能接受啊。无、嗯，啊，杨顺木议员，处长哦，这条我在这解释的，迄阵那时吼、哦，我有2、3议员签这笔字，没有北京社区修缮的吼、哦，但是尾仔咱管政府都唔肯嘛，尾仔这条字我找市长提，啊，所以我恁家讲应该这伫这卖呈现出来啊，唔则对。对不？啊，所以讲，人别个议员讲说，钱到底是上开的呢？是不是？以上。哎呀，主席啊，主席，民政处长，宜兰市公所嘛是机关，宜兰市公所啥会当用？啊，宜兰县政府嘛是机关，宜兰县政府啥也袂当用，说明一下。施工所有没有补助我不清楚，不过县政府是没有补助，已经在第4季注销掉。因为之前黄议员有特别提醒，你当市长任内其实有特别注意，它是没有执照的一个建筑物。没有执照表示违章建筑，对不对？没有执照应该是，不过要看它是民国几年新建啊。嘿，是不是？不过看起来之前好像查证它是违章建筑了。假如不是的话，哈、
县政府不能去拆房子哦。为什么？真侪拢人报违章的，拢叫人拆啊，无这招啊，叫人报这招啊。所以讲你要讲要讲清楚哦。没有执照就表示违章建筑哦。议员，这个可不可以让我了解？不过我知道这个啊，这条案子，这个案子是没有补助出去，已经办理注销了。我知道，是。那市公所刚才我们杨议员讲，市公所是机关啊，他可以补助，为什么叶先生不能补助？你当够追加。删除是吗？哦。出定啊，这怎么行了？这条没开嘛？好了，安尼无开这条就卖计较了吼，好不？好，还没意见？好，吴秋林议员。红光电的现在这二十五万的就完了。删除，刚才已经删除了。删除吗？删除，哎。我。对啊，那天不是刚刚不是讲说比那个我们就下这次就是这样过。啊，你请坐，你请坐哈。啊，那个陈宏喜议员。请说明哦，第八页这里啊，交通司管理业务啊，罗东临时转令在102、103这类房屋税重新核定这类补缴差额这些了，你说明了、啊。好，请建设处，处长请说明。是，谢谢议员的指教哈。那这个部分主要是104年的时候那个。地方税务局针对于这个在转运站里面有关于售票的那个空间哈，那一个空间要求要补税的部分啊，因为这个104年当时本来有编本来在这个部分是没有编列相关的预算，那后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今年度已经都有编列相关的预算啊，当时是因为补缴那个房屋税的一个部分。以上报告。那当初补缴房屋税的时候，再追加预算不予了耶。那个时候已经是五月多六月，就是已经过了第一次追加减预算的一个时间，所以那还有第二次啊。去年有第二次吗？那还有第二次啊。第二次追加。当时因为那个开税单之后要30天之内要赶快要做一个缴纳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当时是用这个第二预备金的部分，因为财主，财主可以这样吗？财主，第二预备金可以这样去动资的，可以不？上面说，你两个上面说明啦。好，请财主看哪一个说明？报告议员了，因为他这个是属于那个正式临时的需要，所以说原则上来讲，他们签上来，我们看有需要的话，最后就是由那个长官来批示说。对的，正是在临时需要的时阵啦，我跟你讲啦，你在追加预算都可以去编列啊。迄内底毛钱遮大咧，你要安那用就是输啊，对吧？你先不要动用到第二预备金呢，对不？这正式的开支啊，你先那第二预备金怎样，一定要用到第二预备金呢。就像刚才那个真的那个约聘雇人员是一样意思啊，我干嘛你动用第二预备金进机关嘞？你们就可以，议员就不行，对不？你我得爱资本门的金昌门就不行，啊，你老北部得啥哩？可以这样吗？预删除啦。好，王定和议员。好，谢谢主席啊。主顶处长。102跟103两年了，横跨两年了。你在102年就有机会做一个追加动作哦。你没有追加哦，哦，对不对？那103年如法炮制哦，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你们便宜行事啊。所以啊，有行政怠惰之嫌呐、啊。本席建议删除。好，来，请说明。报告，黄议员哈，那这个部分是因为，之前在这个认定上哈，其实本来是没有要缴这样子的一个税的部分，是到了104年的部分哈，其实
地方税务局才针对这个部分重新认定，所以是到104年才我们才知道要补缴，要那个部分是要缴税的，所以才会有这个议题啊。那需要缴税的部分，我们本来就是都会有编列预算，只是在这个认定上是重新做了一个认定，所以需要缴税，并不是在102年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以上报告。好，王定能议员。地方税务局，你可以续名理由，我们追加预算后马上补正给他，没有那么急迫了。对不？你都讲都离谱。那你的意见怎么样？删除。该笔预算删除，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啊，有意见了？没意见了，你当。没意见了。对呀、啊。没意见删除哦。有意见了，有意见暂你保留。好，阿哥意见不？吴秋林议员，阿处长请坐。第九页。观光区整建工程，啊，这不恁的代志，这应该是公旅处的吧？哎，要不要说明？那个办理和东山河流域跨越亮点的整合计划规划案，公旅处，公旅处，啊，这公旅处，麻烦公旅哈、哦，处长嘞，你要给我坐你那里看伊啊？好。处长，请说明。主席哈啊，跟吴议员报告哈，那个主要是去年四月的时候，那观光局有通过，有提出一个那个竞争型的提案，那如果通过那个提案，那可以拿到3亿元的补助，所以那时候之前由副县长召集，那有那个张议员、杨议员跟那个游议员、谢议员的哈，包括像五渊的那个水火同源，好，所以它是一个跨域的一个整合型的提案，那它全部用掉的规划费是140万，34席通通出席嘛，赶快，您请坐。那这个，你为什么不用追加点预算？然后呢？好，那把戏班开起，3亿落来不？好，你讲。说明一下。改黑的跟吴演报告，因为他是竞争型的，所以他是各县市在比。那输人。啊，所以讲，但是咱这个旧的报告啊，哈，后续咱嘛拢继续用这个旧的报告啊，再跟观光局持续的征集经费。有落来无啦？你甲我讲下底。顶届竞争咱是没有入选。哦，输就对啦。没有入选。八四万就弄个车追债就对啊。啊，你这个地方你预备金花的真的很冤枉啊，而且用错地方了啊，对不对？这个都不能用追加吗？早上我们有这个在一件那个好像电话有一个东山河流域的，还有一个航运的 BOT 案，那跟你这个140万，你说很迫切性的，跟观光局来争取这个什么亮点，东山河流域，这个你要把这个整个有没有关联？跟江议员报告哈，他这个跨域亮点不是在河岸的，是像我拄啊甲迄个高级员报告的哈，南部烟雾红，天然沼气，好、哦，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景观，那我们应该针对木烟的红，好、哦，就所谓的水火同源这类部分去做一个规划，好、哦，所以讲咱目前这个规划案嘛，要继续的发展，那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那个东山的流域的一个特点，啊，拄啊讲的，再去讲的也是针对清水公园，清水公园内底，啊，佮咱河运，好，伊是无同款。那你刚刚说的了哈，我们用预备金这么紧急，这么迫切，然后呢，这个好不容易去规划，就是为了争取3亿的这个经费，那、啊、你刚刚我们这个跟人家竞赛，那结论呢？有没有争取到3亿？哎，有，那有一届，咱一届竞争的竞争性，所以一届我们没有争取到就好。没有入选，没有入选。没有入选。是。啊，规个报告咱嘛是阁继续在发展，就是讲我们一样拿着这个计划去找各个有关的、這個哦。这个其中有很多的问题，花了140万，你们应该是非常有把握性，因为财政这么困难。
咱做一寡规划案，然后做一寡无把握的，钱花在这个什么冤枉钱，我们议员啊要一万两万，甲阮拢安尼斤斤计较，啊花了140万，石沉大海，本席主张吼，为了要警告所有的业务吼，大家精本之类的，把那个神经的这个要本这个紧绷一下吼，主张删除了吼。没见。是。该说的清楚啊。迄个对，拄啊，甲杨议员报告的，包括咱无烟水火同源呐吼，迄个风水迄个计划的一个规划设计。水火同源规划几摆啊？你来，要把整体搞顶头来报道嘛。啊，你水火同源讲讲要几年啊？咧，讲要七八年啊？咧，迄个迄是宜安县的指标咧。迄像咱苗栗新竹吼，咱底下贵哦。车底下过就看到迄个烟塘火伫行，啊！你这水火通的老外都讲安尼，迄个火撑起来吼，这是台湾国唯一的咧，台南该嘛有迄款。啊！但是你未使讲啊，旧案重操啦。啊你！你规划爱规划一卡上去周边的卡开咯，啊！你来规划一个专对水火通的竞争型的。啊，水火同源等列入原来的已的计划上面已经补助了，早就要规划。恁阿婆你做阿哩啦，阿拢话声你阿哩啦。迄个甲杨议员报告吼，迄个所在其实唔是刮光无烟的风水好吼，包括马街伫传教的时阵啦吼，第一站去甲吉力干，伫溪南，第二站伊就是行古东山。对啦，迄个南湖港，我提无烟，我提啊，我提伫独清的。是是。啊！即摆讲了嘛，笨蛋讲啊，袂讲啊啦。十年公文讲二十年，今即摆才四月二日才开文，我才慢慢阁讲啊啦。是。啊，水火同源嘛是同款。我七八年，逐工底下争取，就到尾啊，争取甲顶头来补助。啊，到尾补助了，规划了，啊嘛是无疾而终。你本身顶头的经费嘛无疾而终。因为委员，你关心这样，迄规定我拢知，因为阮到处都伫经验尔，所以讲，阮能够继续努力啦。所以即摆。两礼拜就讨论一届，要阁继续去发展这个啊。就你即摆在你老了七八年啊，坑你啊，坑你啊一捆，你啊即摆才到老了。啊，我看你老了几摆，啊看老了有成果，啊看老了偌久无？是。迄个杨议员，我你这吼，未使讲临时临了讲提这个140万去做金堂门嘛。即摆最主要，阮这同仁的意思是安尼嘛？哦，各位同仁啦，是不是安尼？对啦，删掉。啊！你嘛，恁的意见安怎？删除啊！要删除啊！删除有没有意见啊？没意见啊！我甲你问一解，有意见先你保留了，啊，继续。主席啊，来，你清一下好不好？你讲这活动会，但是电管下下资本门呢，你清一下。这讲资本门呢？资本门哪是活动？啊，那个主计主任，哎，主计处长，请你说明一下，这个到底是资本门还是那个？没有他，那个是别切啊。他这个是资本门啊，因为他是有规定，是说未来他是一个建设是属于资本门，他规划费也是属于资本门啊。对，未来如果他这个工程是，就有明文规定嘛。对对对，有文书规定嘛。有。啊，文书规定啊，资本门啊，资本门当然卖给我们啊，陈宏奇议员啊，出地上去了。那个140万当初是怎么发包的？好，处长请说明。跟陈议员报告，公开评选，公开招标，是公开招标。啊，那当初为什么不在追加预算拿出来呢？喜宴那边第二预备金拿出来呢？这有急迫性吗？这个有关键，应该是要关观光局的提案。观光局的提案，那阿丽，你招标程序符合吗？有符合，没有问题。主计。这一定会符合公开征选预算吗？是动资吗？也在吗？也在那部哦。主席啊，请说明啦。处长，主席处长，请你说明。您透台底下做这款乌里无济的代志的呀？对不？啊，你的正常程序来，你规避迄个啦，规避议会监督吗？还是安啦？
还是跟厂商那个规划厂商私相授受？到底谁有同源在规划规八盖啊？啊，起码个规划，过来更改一些预算，内底迄本册过来改改，安就过来啊。我安尼，这个暗箱保留了，好不好？我要删除了，你看，你讲这动用预备金，哪会使安尼乌白动用啦？伊都无让你议会，议会了解这个物啊？好，请坐。吴议员，王某议员。好了，好，好，我们暂你保留。好，继续。第一百零五号，一零五号，政治第一百零五号，按由。本府104年七至九月份第二编经动支事业议规定编具动支事额表，总计19,856,000元整，敬请各位审议，办法请会议审议通过。那个说明栏是在第五页至26页，第五页到26页。这是从7月1号到9月30号，7月、8月、9月，三个月啊。来，主席。从第五页到第几页？第五页哈，够贵啊，够几张啊？你啦？啊，主席啊。好，从第五页到26页，黄定和议员。好，第五页一般行政管理36,500块，说明一下了。这里是。要请他说明吗？说明一下。好，秘书处处长。单身宿舍。这个为什么会动用预备金？哎，多谢大家主席。哎，副议长甲咱各位议员、律师先生，大家晚安，大家好。关于着咱文议员所讲的，即咱单身宿舍。动用第二预备金这个部分吼，因为咱伫旧年吼，咱有只是讲要提供住伫外县市诶，咱的公务人员吼，伊有一个住的所在吼，啊，咱即马就是伫原本检察局保安队的迄个中山派出所迄个为咱第二楼甲三楼吼临时去用迄个单身宿舍，啊，迄当阵利用的时阵，因为咱预算无变，即笔预算啊，因为临时。正式的临时需要，所以动用第二预备金一宿。好，王议员，以后要不要编？那个财产是列入燕县政府的是？对对对，财产列入。既然有财产的列入啊，为什么没有编秀善会？很奇怪啊。无，因为这是去年临时发生的啊。是啦。临时发生是已经判去啊，你就爱秀善的嘛。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讲，既然有财产，就要有维护。维修费用嘛，爱编嘛。本来还是检察局的。每个局所都有编啊，维修维护经费啊。对，本来。为什么这个没有编嘛？无，甲温议员报告，本来是检察局的类似做侦讯室，还是因检察局因家己的休息室，啊，尾啊，咱因搬出来后，咱甲收转来空间利用做员工的单身宿舍。过去底下做休息室的，迄都唔是人啊，未派去。啊，今嘛来去做这个。做这个员工，这个啊，就会判去，就爱修理，是不是安尼？无，甲温议员报告，哎，当初是伫检察局，因可能因有编一寡的业务费用，但是没有去编到里面的，因为阮阁征收过，阁去隔间，啊，隔间内底有，譬如讲有油漆啦、煤啦，还是迄啰地砖、啊、要重新去用。啊，那就是修缮费用嘛。对啊。那就是过去，咱去甲隔间，咱去甲过去甲重新隔间嘿。好，陈杰林议员。对，处长，我请教一下，你现在这个宿舍几个人在住啊？现在目前是10间，十个人在住。你用国语回答不好啊？哦、这个还包括成员，现在是10间，十个人在住。几个人在住？十个人，因为单身宿舍。都是未婚单身就对了。都是单身来依然服务的。那有？那你所谓的单身是未婚单身还是已婚单身？没有，现在跟成员报告哈，就是说他来。由人事处去调查他们的需求，然后依照积分去列。那我们秘书处只提供一些空间让他们去申请。可以作为宿舍吗？合乎规定吗？你那个对合乎以前是派出所嘛？
对，啊，后来二三楼可以作为宿舍使用，后来就移转给县政府去管理。那整个那个公安都没问题。对，都有经过相关的。那现在还有十个人住，那有没有收租金？有，五百块嘛。哎，他有分哈，有一个管理费跟那个跟房屋津贴跟宿舍使用费两种。奇怪，这个案子有那么急迫吗？这个都没有办法用追加的方式来处理吗？哎，跟陈委员报告哈，因为当初其实县政府有在发现说，为什么县府留不住人才啊？这个部分是人事处在跟员工座谈的时候，有员工提出反映说这个需求，所以。啊，既然有这个需求，也是可以请他们忍一忍，这个要办理追加预算的时候再来办嘛。啊，这个以后我们会注意。好，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好，邱家建议员。有意见。针对第六个部分吼，请教一下，这应该教育基金是够厝的嘛吼？会长。第六个部分吼，这教育基金这個。补助的部分是咪够出的？安尼我直接请问在座的话啦，先搞一下。补助中国青年救国团宜兰县团务指导委员会这个啊，这部分是咪议员的建设经费？对啦吼，我先搞一下吼，这隶属于政党的对不？啊，这有政党色彩不？人民团体，无市场无平台啊，或者做一届。我讲类似这种的有政党，我知影。我要请教是讲类似这种有政党属性的团队会使补助。有无？好，吴秋林议员。吴秋林议员。要不要问？来啊！第十一页哈。第十一页。那个观光区整建工程，办理同安公园第一园区的这个游憩设施的改善工程，变更设计200多万，这个也需要用到第二预备金吗？公里、啊。好，这个请公里处处长。这刚才八四版不赶快吗？公里处长。还是要西铁地带？我来了。同安公园现在在哪里呀、啊？我来三组了，没有来啊，没有来三组啊。公里处长没有来吗？没有来，没来。啊，没来，占你保。啊、三组啦，给他保留。三组啊？哎呀，三组啦。公里无啊？公里处长，你这么是无听到呀？甲你响十外声呀？听到三组，才紧来撞出来。好，你说。好，你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经费那么大，要用预备金？第十一页，同安公园。Hello， 那个议长哈，那个跟委员报告哈，他主要是那个我们针对同安公园的一些立体迷宫啊、水上平台啊这些东西的那个施设。好，另外还有就是我龙潭湖去年有拿到一笔钱，那去年有拿到，他需要赶在年底前发包，所以我们才签请说用那个二倍金来进行细部设计。工程哪里有那个必要性呢、啊？那时候有必要，因为去做那个水泥立体水泥工。在同安公园内底，第一路清水公园内底做立体水泥工的工程。哎呀，设施怎么你来？怎么拢要留着？啊？今年阁会使继续用？今年阁用？对，伊怎么变作是一个固定的设施？好、哦，那这样子以后我们就不用在那边反反复复拆来拆去。啊，固定设施嘛，免用这款的。好啦，那个主席啊，我这样觉得啦，这些的经费，它都可以用在追加减的部分。他来做追加这一个工程呢、啊？那你马上的话，以后都他都这些工程，他也都用照比照这种方式的话，这很急迫性吗？因为当初为了配合同安姐，赶快可以赶快一起用，所以我们就签二倍金，赶快来使用。你不要胡掰了，在龙潭湖干，在同安姐什么管理了？又能变？好、哦，这边是一楼
清水公园的立体水迷宫啊，这边就是去年观光局补助1000多万，要改善龙潭湖周边的细部设计的费用。你嘛别安尼讲，就跟差不多同那个同花季同款，同花季那25万台，这么台，出去台。跟吴议员报告，因为他一个部分是做清水公园的固定设施。好、哦，那另一个部分就是观光局给了一笔补助，那因为要在年底以前要契约要生效，所以我们必须赶快去进行那个工程的细部设计，所以才会签二倍金。所以我要跟议员报告，拜托议员要支持这一笔二倍金。那个副议长，好，江议员，我发觉处长不要强辩，这种业务都是长期性的，而且是要有规划性的。如果是灾害，是因为台风吹垮了，没有办法用预备金。你们现在，你直接掐嘴了哈，我掐嘴住了哈，注意听了哈。你刚说的，包括规划费用是属于资本们。那我请问一下，像那个规划一花了140万，石沉大海，你怎么去摊提？如果按照你所说是资本们，是不是要折旧要摊提？这个问题请教。第二个问题。你刚刚一直说我们这个是非常的迫切性，为什么迫切性？为什么不用追加？为什么用预备金的预算？真的是你们那个财产单位哦，只要你喜欢了，什么都可以做了啊，只要你不喜欢，什么都不能做了。你们现在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问题，也没有那个遵守法律的问题，然后业务单位是强掰，听不下去了。好，执照删除了。我们请蔡文丽议员。哎、欸，副局长啊，我想吼、哦，这个二倍金的动用，吼、哦，二倍金的动用的要件吼、哦，根据预算法第70条有讲吼、哦，列了3项。第一个是原列计划费用因事实需要奉准修订，致原则经费不敷实。第二项，原列计划费用因增加业务量，致增加经费时哈、哦。第三项。因应正式临时需要，必须增加计划及经费时，哈，所以讲内底所列的真侪项目，拢甲这三要件完全背离，吼。另外，我搁伫遮，我搁甲你讲哦，第十一页的部分，吼，咱这边即马即个105号案内底11页，吼，办理龙潭湖西侧道路的改善、周边的景观工程以及。这个梅花湖环湖步道及环境改善第三期工程，竟然是用二倍金，啊，这工程这会使列最加减预算啊，谁来用二倍金去做工程的？奇怪，我感觉足奇怪吼、哦。另外，你也看宜兰县商业会啊，迄足好个啊，安尼嘛你甲补助，对不？商业会足好个啊，佮你也补助。我搞不清楚说这个预算到底是在列什么东西的吼，吼、哦。哦是不是？你的主张是啥啦？你的主张？我的主张是加的拢吼，拢袂使要过啦。删除呀！啊，就甲这个二倍金的动用的诶，这个基本精神拢无同款呐。啊，这咱是你心少，我搞不清楚啊。你的意思是删除，好一个重新过去提案啊？无啦，本来这都唔是安尼用钱啊，二倍金的用的精神都唔是安尼，甲法令都无同啊。好。对、哦，包括你做工程，那是用二倍金。你的主张啦，我的主张就是删除啊。好，删除。该项全数删除了。删除有没有意见？啊，我没意见。这有地方性的建设，本席是反对删除啦。阿南公，有必要性啊？没那么没有必要性，没有必要性，那就不要提出来啦。当然有必要性，咱是做议员的唔知尔啦，换你也做镇长，换你也做市长，我相信那也是会一样相同的，也是提动之预备金来支付，一定会安尼嘛。哦啊，所以讲我是需要讲啊，讲好清楚就好啦。兄弟们讲好清楚，钱他用的钱花在刀口上，有时候在你们说的啊，他的程序上有一点瑕疵。哦，咱来当体谅就去体谅嘛，吼、哦，啊啊，尽量倒来，安尼啦。你若讲啊，今仔这提食烧食冷，绝对要去抬下街。如果做在必要做的工程上，那我们应该要稍微体谅一下，让他通过啦，按照例的。沈德茂议员，沈德茂，我今麦要讲是讲必要性一定有伊的必要性，吼、哦，但是伊的动之的要点，甲咱立法的精神是无符合的。尤其我拄啊讲，伊列你讲。做工程，我感觉二倍金那是提去做工程啦、
我觉得那个是不对的，那个经费那么多，二倍金应该用你更加需要的时阵，甲拄啊我讲以上三项的这个精神嘛，动用的精神嘛，吼。好，沈德茂议员。拄则我有听到你讲，做这有中央补助嘛，吼，你都有讲啊。哎，这个补助的款怎么招待？你的预备金开启了，啊，你的钱，迄、那个笔钱怎么招待？跟你嘛花掉了吗？跟审议员报告，目前正在龙潭路施工，就是即马我伫做的遐工程。啊，你的笔钱啊咧？不是，去年是做西部设计，因为滴吼，观光局补助我们1000多万，1000多万。需要我们在年底以前要让合约生效，哦、要产生合约关系，所以讲这几款情形来，对，咱爱赶迄个时点，来不及去追加钱。啊、这一笔钱里面，中央的补助是不是涵盖在没有没有西部设计建议书来？对，好不好？就是说，你现在的规划会，你的技术服务会里面，这笔钱有涵盖你来对啊？中央补助，中央补助包了，无的来对。啊，你若知道中央一定会补助你，你就用预备金就去设计咧。你若知道，他已经要给我们钱了，然后希望我们在年底以前，然后能够发包出去。哎，那个都没问题的。我现在是说，你用的这一笔钱，你怎么知道中央要补助你呢？那个文号在哪里啊？哇，文号，伊家讲，你那个你设计好，我这钱要被补助。你若无设计，我钱来补助你，是不是？那个观光局哈，观光局他在分配预算数哈，伊即马就是讲咱即马提啊。我来卖公家费啦，公家费都给啊。我现在只要讲这笔钱，这笔钱你怎么知道他要给你龙潭路要让你施工嘛？我们原本是报计划，但是里面没有细部设计。啊、哦，我们报的计划给他，他核定说我今年给。这个部分我和你1500万，1500万之后我们拿到钱，我们要办发包。但是我们要办发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细部设计，那就是拿这个钱去做细部设计的部分。啊，我对，好，你拿的细部这个钱是细部设计，那你补助有没有涵盖这一笔钱？补助没有含细部设计，没有含细部的。啊，有文号吗？啊，不，你怎么知道他要叫你做？啊，你为什么？那、啊、你明知道，你明知怎样这笔钱，是不是？你明知，我给个你等下，我来讲啦。你明知怎样这笔钱应该爱去规划，那、啊、你就编预算就好了嘛。是不是？我后续我再把相关的那个核准补助啊，我想这个、哦、应该是厘清了，钱应该要让你通过是没有问题。我会把它送给，要厘清了，送给审议员、啊，我把相关的资料送给审议员。你这个东西怎么当做资本门呢？你做工程，你为什么用资本门来处理呢？财主可以。技术服务，你做技术服务可以当做资本门吗？消耗品呢？消耗做货都基本钱做钱都退去啊，为什么还会到这资本门？你们说明一下。那这个技术可以资本门，那很多事都可以当哦。来，你来说明一下看看。那个主席，还有有关审议员所询哦，因为在那个中央有定个那个进资门划分原则里面，它有一项哦，就是说用于道路、桥梁、沟渠等公共工程，那里面的规划设计费、工程管理费、附属设施等呢，都是属于资本门，甚至它里面的人事相关费用啊，如果说你是用于公共工程的话，它最后都是归纳到资本门里面去。那是涵盖在它那笔钱里面呢、啊？对，怎么涵盖在？那现在。公里处它没有涵盖在那笔钱里面，我们是另外编预算在处理的，怎么会在资本门里面？他应该那你这一个结算的时候，这一笔钱有没有算在这个工程款里面？有没有？有没有加在一起？就是说你的结算的时候有没有加在这个工程款？没有啊，你这个是另外做结算的部分啊，是不是这样子？没有，它是算是一个工程啊，算是工程的，对、啊没有，算一个啊，它是有两个问题啊，那最后结算是不是加在一起？有没有加？要看他的科目是不是同样的、啊。好的，我跟你讲，先卖过借钱好了。好，王建良议员，讲给你知道一下了。这个哦，钱不要乱搞了。哦，谢谢，王建良议员。哦，你200几万啦，200几万，你讲你在设计的时间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了。200几万，你买一个花包，你这设计敢免发包吗？啊，爱发包不？啊，包但是你用第二预备金，它是要有急迫性、紧要性的才会当开嘛，对不？啊，你安尼硬跟人讲，再讲什么你的钱紧要性，你就需要一个时间性去设计，然后设计之前还要发包，你这时间也不得等啊。你有啥物用预备金？啊，你就是惊议会给你信嘛，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啊？你说明一下。
好，议长哈，跟黄议员报告哈，因为这个案子他规定要在年底以前就要发包，那如果没有发包的话，他会把这个补助款他会收回去。那你刚才说你早就知道他有中央有这笔预算要给我们，对不？爱荷兰进前啊，你都炸，你都爱去这设计啊，爱去发包啊，你那有分配了，跟咱讲，咱才开始发包这中间来偌久？你200几万设计敢规工啊做会好吗？还有其他的技术服务啦。你就拢爱用钱了啦，你用钱哪有意思咧？用钱都无意思啊嘛！你用安尼钱，你就硬起来钱都算稳尔啊，对不对？对。你设计费，甲你无用设计当阵，你也发包嘛？你这时间拖啊长嘛？你可以在最佳钱预算里面嘛？对不？你根本你这个医生，你就监管以为甲你信嘛？所以你就紧来甲。创意备金了，先做做了，才不帮他拖嘛，对不？所以我感觉这是爱全部删除好啦。处长啊，安尼我来讲，我来你来听久啊。你先甲讲，你当时报，民国几年报计划，无叫人设计，啊计划报了，准了，当时甲叫人设计，当时工程发包，这三点甲报出来。所以我们这会后是不是提供详细的资料给议员？你都别讲，你即马听讲啊咧。时间性啊，你那个时间性讲出来嘛，时间性讲出来嘛。好，本案哈，请坐了哈。我看我们的讨论非常冗长哦。这啊，陈胜兰议员，那个徐彪徐明讲的到位啊？这个案哦，这个案。这民寺庙是民政处，民政处嘛。这个案好不好？这个案先处理的。基本的情况哦，民政处来嘛，民政处就好了嘛。起码你讲这个案啦，你讲这个案了嘛，你案稍等一下吧。好，等一下哈、哦。啊。这个案还没出来哦。有啦，还没出来哈、哦。好，请坐哈、哦。那个打多这个案哦，啊，有很多人主张删除了，也有人赞成了哈、哦。啊，虽然说吴议员跟你讲，虽然有一点小瑕疵啊，啊，但是吼、哦，咱都已经做过啊。这个案要不要给他通过？啊？删除啊、哦，安尼保留了哈、哦，好了。安尼，请陈正南议员。啊，民政处长吗？民政处处长，你问的是迄个庙宇的啊？我就问庙宇的代志啦吼。嗯、啊。迄、那个处长啊。正卖是是，啊，你坐好一个。400几万一个啦。不是，我这是讲吼，这是寺庙庙宇的事哦。我较早省的事哦，所有寺庙一定要使用执照，无使用执照，这个寺庙一律不准予补助，不准予补助。哦，啊，我这摆你，我申请的去，你都敢退行？啊，即摆吼，真侪即摆就是看到第二亿变些预备金的事，看到寺庙真侪做，还有伊利啊，哦，寺庙要创啥，啊，拢要创啥，拢会啥哩？到底这是什么情形？你再解释一下无？好，处长请答复，你说明啦。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寺庙补助都可以。那个谢陈议员针对那个寺庙申请那个补助的一些条件哈。我们在去年那个议会这边也曾经请我们民政处，因为我们县府的补助款不能补助违章建筑，那因为很多寺庙早期都在宜兰县实施建筑管理之前就新建，那大部分是75年你周游实施建筑管理都要开始新建建造，气候都要实造哈。啊，都要以完供这，我们在去年已经有解套，是我们只要请庙方减负相关的水电证明，或者是税房屋税的相关证明，证明你是在民国75年以前已经新建完毕。标示高利低实施建筑管理进行都开始起后哎，那我们就认同我们可以让你来申请那个宗教寺庙的相关的补助，但是你必须要完成寺庙登记，好，你也不要有寺庙登记。好、哦，阿、啊、过来是，如果是75年以前新建，就解附相关文件证明，我都会使报做。你讲的遐证件都真简单啦，你讲都真简单啦，但是要摕到使用执照是比啥较困难啦。宜安县70%无法度通啊，着寺庙登记证啦，无下当着寺庙登记证无法度着使用执照啦。
使用执照是比啥较困难啦。啊，七十公里以前去的无要求，一定要提到执照啊。啊，水电证明证在都拢有啊啦，拢有啊啦。像这款的经营哦，恁较早拢甲咱办退件、退件、退件、退件。啊，退件是你要有这个条例够翻新的是，你应当爱甲阮过遐退件遐，你甲咱答复一下，佮重新说是。这个所有的改水一下，讲即摆就是这条例，搁改，即摆免提使用执照，提水电证明就可以。你应当还是爱甲讲，我咧做一规定啦，无紧要，你交工得，我等你说，你交工得一间庙好不好？我再特别来甲伊联络者好不好？你拢无，你拢敢办退件呢？啊，假款对一百斤，真侪寺庙拢办一落一厘啊，拢会使补助啊。啊，佮早期的是。要申请庙的一个 LED， 大家都听见，80%-90%听见，是，大家怎啊有使用这只？怎啊有使用啊？80%都大家无使用这只，大家有水电证明是大家拢有啊，有寺庙登记证，迄大家拢有啊，迄拢有啊，迄是不可否认。但是要提使用这只，无可能啊，无可能。啊，大家拢去听见，啊，听见你即摆搁一个重新搁修正，你应当爱告知遐以前遐你讲听见遐。遐寺庙啊，这样才合理啊！啊，你阁无人讲，啊，今仔看到钓鱼比别真侪寺庙安尼，别人都请会出来，你先请袂出来，哄笑咧啊！你那你做民政处这，你做代志袂使讲，啊，管台申请，你申请会使都会使，袂使做拄好去啊！袂使到底你理由袂使哩，以前也袂使，你也共补正共讲一下，就是经营，就是即摆有阁改变，水电几年水电居民都。安尼较正式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处长。好，那预算还有没有意见？有啦。黄定和议员。二六页，嘿。二六页上尾啊，迄注销的说明一下。好，第一季动资第二预备金发放财务。罚款举发人奖金138万，第三季注销，预估金额系的39,000，请税务处长、税务局长，你那两面申请、两面注销就行了，来说明一下。二十六页最后面的。就是还有各位议员啊，有关那个检举奖金注销的部分，第一季那时候申请，138.3万的部分哈、啊，那后来是那时候是预估是这样，后来有一个19案，其中有一案哈、啊，那我们核发税单，那个业者哈、啊，就是。厂商、哦、他有意见，然后说他没有房屋税违建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重新核，那重新核算有给人家多算了，所以这个部分多算的部分我们有重新再核定，所以那个奖励金罚款的部分有减少，所以那个检举奖金就下降，所以我们就不用，所以把本来预估多的就把它追减掉以上。啊，这是并案了，好不好？并刚才那个案处理了，都还保留嘛。啊，这个也并那个案合并处理了。好了，好，那预算其他的预算还没有意见。好，陈宏奇议员。那个第12月的烈城国小校舍的租金、土地租金的到底有什么问题嘛？请说明哦。所以。对啊，12月社政业务，怎样变社政业务呢？学校校地的租金为什么会变到社政去？这个请，就是嫌乱，这应该是学校的。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在审议一个垫付案，那个宜兰县公益园区的那块基地，在104年7月份完成那个拨用管理机关的管变为宜兰县政府，本来是学校。那管变为那个宜兰县政府，那指定社会处来这边来管理。那要是说非原本是使用了，得住我要来偷偷动咧。你本来我要让你做，你做阿行咧。啊，现在你把我变更去使用，其实我要来偷啊。
应该可以啊。无，都拢同齐拢加，都拢加迄个大勇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台诶桃板桥林家花园因迄边诶。无啦，我这唔是啦，你本来是学校在使用的租金俩，啊，你现在变更为涉政业务的时阵，欸，那我地主我不服啊。没有了，我不租给你啊！因为我们都跟那个大勇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讲好。无啦无啦，哎，那我那那的法师，法师他讲，你甲地主的时阵，地主若不予同意的时阵，你变哪做？哈？哎，咱的法师安尼敢符合规定？啊，那那地主若要甲讨回呢？可以这样吗？陈主。那个，请主计处长你讲一下，这安尼会使袂？那土地所有人、所有权人，就是讲，我依照捐献，我要租你是租你去好了，做下行俩。啊，你起码啊变更为其他去使用，我唔嘛咯。这合不合法啦？你那个土地编列使用的。诶，名目未合时啊！你甲征收，还是你甲租用？啊，你无照你原来编定使用啊！啊，这个部分你是咪答复者？可以收回。这个我说一下。啊，你说。好，这个社会处这边来说明了哈。这块土地原先是有一般农业区农牧用地，因为学校使用，所以变更为一般农业区的特牧用地哈。那特牧用地就是做学校使用。那现在宜兰县公益园区做的呢，就是活那个在地老化老人的学习中心，也是属于学校使用。所以当时在提报那个卫福部补助那个公益园区的时候，卫福部是同意。所以对那个土地使用来说，并没有做违规使用，也没有做变更使用。好啊，那原本是使用是教育处在五户租金嘛？有。对吧？自由教育基金，伊就是104年七月正式由管理机关不是，哎，他在102年就并校了哈。102年。并校起码不用，那教育处我们这边没有编列预算吗？这个教育处一直编到104年一到六月。104年一到六月啊，这几月到几月？这是7到12。干嘛呢？7到12月。财主有啊无？啊，那可以这样吗？哎，你去查清楚哦。到时若去用收顿，人地主拢不爱租恁哦。那个议员，我们有跟那个大勇兴业那个签订租赁契约，他有同意。这个后续上一年就是板桥林家花园，哦，差不多土地，是。伊一不只是一个整个来新亚园区，真侪拢是因的土地，有些是给那个退伍的一些独居的老伯伯，都爱土地吧，因的，伊拢无是无甲农夫出收租金嘿。啊，你就莫甲恁收就好啊。因为咱这东西是下下使用啊，嘿。啊，阿叔员伊那无甲恁收租金嘛？他以前就是着收，着收跟教育单位着收租金啊。有啊，无啊？啊，起码就是讲变安尼，佮甲恁收租金就无意思啊。他跟学校有收，也收对。他按照当时跟学校收的租金，也没有涨价，一样按照这个租金跟那个县政府来改，他收的单位由学校改成宜兰县政府。好啦，你无意见啦吼？好，啊，过来。啊，这案嘛，也是搁这案，这要看里面还有啊。安尼多，安尼多。不，还没有讨论完成哦。这个案要搁讨论啊？不是的，不是这个案啦，啊，搁保卫啊。哦，安尼哦。24页还有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哈，到这边结束。明天就本案哈，明天再继续讨论。哎，好，谢谢各位，散会。进来。